马戏团这么多年你不知道的 bug， 今天让你大饱眼福。给大家首次啊，分享一个马戏团的 bug 来看。遇到第一个球的时候啊，两个球快并的时候，马上一个直跳，跳了一下，然后它就不动了哈。这个球不动，然后这个小丑呢就会一直卡着它，然后一直往前走。这个时候呢，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敌的状态哈，非常的有趣。其实对于这个马戏团的玩法还是很多的哈，有一些它是可以后跳在那里刷分，有一些叫逃课打法，就是不跳过去啊，直接从底下钻过去，有很多种打法啊，一直推到现在来到了终点啊，在终点这里你只要不跳上去啊，它还是不会过关，只能回到这里然后直跳，然后就过关了啊。好的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啊，关注羞羞不易走丢。